这是老板你的家。嗯。这是我们这一家吗？来，我要煮两份。我要煮两份。为什么煮两份？这是早上吃的，然后这是这个是白天吃的。哦。那可以吃很饱吗？对呀，它里面有加那个红豆，里面有加粉吗？加，还没加粉，爸爸，大家，老板这个也给你加。这里有一个可以加。好。还没有装啊。沉浸在自己的世界。我有其他小朋友。手整个折断了，他们不行过。这个手是不是不能这样？这个手是不是在这边是不能这样弯起来？因为我这这边是，因为我你这个我以为你这边可以不这样弯起来了，它整个折断弯起来了。它折断是整个这样都可以横着弯起来了，它都可以变这样。哇，可以加了耶！对，只能跟。有一个短的，一个长的。因为这是我的工作。